在最近看到名嘴持续的爆料说马英九总统曾经接受鼎鑫集团的政治现金，所以今天呢特检特地特侦组来传唤了媒体人蔡玉珍。蔡玉珍说他确定马英九今年肯定会下台，但是名嘴再度的言论会不会有真实性，有证据吗？怎么判断的呢？看今天名嘴跟马英九总统之间的大战。总统马英九有没有收鼎鑫的政治现金？特侦组周三传唤名嘴蔡玉珍，讯后蔡玉珍在脸书预告马英九今年内就会下台了。配合特侦组的这个调查，是让他自己去面对自己是不是该下台，而当结果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就是他下台的时候。无法透露内容，但蔡玉珍却说得笃定，认为总统马英九这次插翅也难飞，而副手吴敦义会接棒。匪夷所思的讲法，我无从回应哈。对蔡玉珍毫无头绪的爆料，也有网友回呛：是不是之前酒驾宿醉还没醒？如果马没下台，你要下地狱吗？名嘴爆料爆不完，议题也越来越惊爆，但真实性却要打上问号。记者梅淼江电影台报道。